就没有了，他们后院有一个空地，他们想要那儿晒花，就那样，对，夏天。嗯，对的。电源线。把它转过来啊，对。那给我看一下那个遥控器，遥控器。再上来一点。OK。肯定是。要开始了，我转过来先啊，等我转过来先。然后选 start。弄完了啊？没有，没有上完吗？没有。哎呦，搞得我都移过来了。是。
久啊？哎，你们现在晚上加班算不算工时的？晚上。嗯。嗯，算，六点半就。是吗？你不是也四十步出来的吗？不是，原来不是这么算的，原来都不算的。他现在不是说要加够多少个小时才可以吗？加够多少小时？嗯，就是每个月。不知道，在哪里不知道。原来礼最后一个礼最后，原来每个月最后一个礼拜六是不用上班的，是后来出了这个规定之后，说用上班了之后。然后就出了说你要加够多少个小时，什么什么的。这样不正常。这样是正常的是吧？哦，那我就把这个拍了，然后再让他们再结算了。反正我从我到这就是这么算，没有听到说要多少个小时才可以。这个要多长啊，时间呢？这个。嗯，这个时候可能还有最大的一分钟就是从现在开始。然后帮我拿下遥控器。进去了。哦。